喜欢了？我就是大色鬼，而且我在这儿一直看着。山庄，你站住！这是哪儿啊？我师父的房间，过来给你拿衣服。我们不会被发现吧？不会。 这个时间，他基本都不在这里。好看吗？那走吧，洗澡去。 算是出来了哈，要是没有我的话，你要在里面待一辈子。你等等我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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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我暂时封住你的穴道，等你学会运气之时，才能使出轻功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那个，既然事已至此，那我们就此别过吧。好，告辞。不必相送，在此留步吧。告辞。 干嘛呀？你不是说让我去你的医馆学习医术吗？我就这么随口一说。啊，是这样的，这外面啊兵荒马乱，死的人特别多，为了你的性命着想，你还是请回吧。告辞。什么东西啊？别挠我！别挠我！ 走开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跑了，我真不跑了，走开！走开！怎么又是这个东西啊？都是你呀！这个东西以后就归你了。不了不。哪儿去了？ 我走了。哎，去哪儿啊？这回去的路程那么远，多辛苦啊！啊？你不是说外面兵荒马乱的，让我赶紧回家吗？逗你玩呢，这外面可安全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就是我刚刚是给你做一个测试，进我们医馆的人，他都得做这个测试。 恭喜你，这位兄台，你可以成功的进入我们医馆了。好，那我就跟你去看看。哎呀，你跟我回去可以，但是你看那个东西，能不能把它弄出来？我不知道它在哪。